我们今天有表演，拜拜。这个是他们的武松。我正在系绑腿。孙二娘、武松、谢珍、谢宝。谢宝、他们这个脖子上围着这个丝巾，哎，好好看啊！退老师，哎，来您连拜老师，哇，这个他们的女子莺歌，这个他们的莺歌服上是乌龙府的红莲湖的莲花，乌龙府本头公妈莺歌队，今天他们要去给那个乌龙府环球小姐，决赛进行助兴表演，所以今天都是盛装出行。这个同样在。首先在出发之前要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本头公妈做一个祭拜的仪式，今天队伍中只有一个，好像只有一个小朋友一个鼓，倒是非常多的女莺歌，你看上去起码有20个人。先到这个本头公妈这里来做祭拜，然后应该去他们的第二座神位。刚刚下过雨，天气非常好，但是太阳还是非常，这个阳光还是很强烈。这里是他们的田元帅和富贵佛祖神位。
他们哇，非常漂亮。是他们这个场子实在是太大了。这有四个列队。孙二娘是由一位男生扮演的。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个节奏的，虽然不是快板银歌，但是这个气势非常棒。他们敲锤的话，这个非常有力，然后跳跃也显得比较轻盈。教练今天没有跳。
太棒了。然后等一下他们就要去这个一个百货公司吧，一个商场里边，然后再举办这个环球今年2023年环球小姐乌龙府的这个决赛，今天晚上。